半生浮华不过是一只流沙，今生就在油纸伞下。盛夏，何人泛舟湖上灯影摇晃，半边天下不及此刻这一刹。无忌的少年白衣策马，摘下四月海棠点缀我眉间红霜，从此甘愿与你共赴这生殿下，殿下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做了个噩梦，梦里有个妖怪能幻化成我的样子。我不行，这个鬼地方不能再待了。殿下，求见梦回殿下。啊！梦回殿下安好，在下有事戍卒的口信。不是说要亲自前来吗？确实如您所料，师叔祖他没能爬起来。接着说你的口信吧。哦，师叔祖说了，这两日听兰书院有一桩比试，无论输赢您只要参加了便是。只要参加，前世一笔勾销，而且您也可以随时离开。那为我墨国解困的事呢？您只要胜出了，您就是听兰书院的贵人，听兰书院定会全力相助。好，礼拜不亏，我应下了。好的，好的。今日啊，我可是势在必得，谁不是呢？一会儿啊，那就看我的吧。好的。您请。好多人啊。二位客人在此稍候。哦，这完全不知道这题是何意啊，之前准备的竟然都没用上，怎么会如此？你好。请。听兰书院，这是辱我飞鹤派，学识浅薄，没有通过试炼便回去好好反省，在这儿大呼小叫岂不是更加丢人？青若，这难不成真要让我考试啊？他们就不用担心了，有您在别人是不会垫底的。
有请莫国五皇女殿下入中厅。五殿下，可知邀您来此，所谓何事吗？事已至此，只当做个游戏好了。行，那听你们的，但是做完这个游戏咱们就两清了啊。殿下言重了，其实吴师弟并未把之前的事放在心上。是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与你猜一场哑谜，全当让五殿下放松消遣。请。不是，这泼天的伤痛怎么都是你的呀？哎，我看，哎呀，这手劲儿是真大呀！不是你没有搞错吧？他哪有什么书城世子的风范呢？简直胡笔一通，哼！这弟弟。我伸出了三根手指，是在说如今莫国的解困之道还在于跟其他三国的联盟。对啊，他应该竖起一指表示团结一致，可他伸出五指什么意思啊？这五根手指是在说五个国家不应该简单的分成敌对两个阵营，应该独立去判断，否则胡乱跟随大国反复小国威仪，更有莫国虽小也是堂堂一国之一。他是这么想的，难道我格局小了？要说这个望舒是能洞察人心的，他察觉到我早饭没吃饱，所以在这里跟我打哑谜聊天了。他伸出三根手指头，意思是问我一天三顿饭够不够。那您是怎么回应的？不算夜宵的话，一天五顿勉强够了。殿下，您确定他是这个意思吗？这第二题呢，我将双手置于这半空之中，是想问他，这么做可有包揽天下的志向吗？你看懂了吗？这是拉面的动作，他问我吃面好不好，可你知道的，面这东西汤水太多，空占肚子不扛饿，所以我就这样。天下再大皆藏于心中，这天下再大也大不过人心。哦，此番见识何其高远，他那种种憨傻荒唐都是故意装出来的，似乎是这样。此人城府极深呐。看懂了吧？这叫有面也得有饼，干稀搭配。啊！
这第三题我以手挡口，是想说想要成就这般伟大的事业，必须顺从心境，藏于心中，不可与人吐露半个字。我看他是一个话多的人，便加以提醒。但最后我是真的生气了。他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么是做的不好吃，要么是做的好吃又不让我吃，这我能忍。我懂了，他封目之举就是告诉你何止不能说，看也不能去看，看一眼就会有痕迹。我自然是要插他双眼警告一下，若是他真敢这么做，我当真插了这个破书院。殿下，你是真的觉得这三个哑谜都跟吃饭有关吗？越想要得到，越要懂得控制律己。此人了得啊，师兄通透啊。你不是在放水吧？怎么可能呢？好，这场既是招亲又是试炼，胜出者得证明自己和墨国值得咱们汀兰书院赌上百年声誉相助。管他呢，反正动脑子的事本皇女没赢过。二位，可是那二位客人，只愿命小童给殿下传个话，殿下聪慧，三个哑谜殿下对答如流，用时最短，第一最高，烦请殿下用过午饭后继续应试。这也能行啊？怎么样，我就说我聪明吧，还说什么汀兰书院谋略天下，这根本就是个出厨子的地方。这是应的什么事啊？不就是个游戏吗？那么多人都是来干嘛的？殿下，您终于反应过来了，我刚都打听过了，正要跟您说呢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太不像话了！汀兰书院招亲，竟然没有通知我们墨国。要不是我凑巧赶到，这事就这么划过去了，这不是妥妥的看不起我们墨国吗？这浑水最好别趟。那晚他被绑，就是有人想抢亲。哎呦，那贱人这么抢手，那我更得趟了。好好吃饭，下午我们好好表现，我一定要为我墨国争口气。大不了把他忘说娶回来就得了呗，咱好吃饭去。有没有人告诉我在哪里吃饭呀？你千万别养，要不咱墨国就麻烦了。殿下。我还以为要接着说吃的呢，我哪里会写什么文章啊？殿下可是没有把握。我说我有把握，你信吗？在下林慧阁第七代大弟子夏凌染，见过皇女殿下。好说好说，我叫墨回。听闻殿下一试拿下高分，可喜可贺啊。想必你肯定不好吃，否则你也有希望的。殿下自谦了，都说墨国积弱，我看此回殿下是要让众人闭嘴了。那就借你吉言，我努努力。不过你这人挺好的，有机会来墨国找我玩啊。殿下保重，如果这回墨国没叫楚国踏平了，我定会去拜访您的。你这人好不礼貌，你这是在讨打吗？殿下不要着急，没到武士的时候，不如先看看墨国的文采，说不准就能让林慧阁甘拜下风呢。这不是，这是干啥呀？那是自然，你等着吧。恭迎执院师尊，望舒师叔祖。
青若，青若啊，现在就跑，和我写文章，哪个更丢人？现在就跑，就只是丢人。但若您真的写了点什么，那就是过时了。快躺着吧。这都还没开始呢，准备去哪儿？我在找东西。我这么脏的手沾了卷可就不好了。今日第二场试炼在于汀兰山水，还望诸位记情于纸上。这几尺白纸承载自然之灵气，群山之精华，老夫望臣协吾师弟恭候列位妙笔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一炷香的时间应该只够写一首诗的吧。用诗文寄情于山水美景之间，懂吗？嗯，望尘先生。夏小姐有何事指教啊？若由望舒先生评断，只合于理，未见得合情，不如吾等的文作立于众目，由望舒先生讲述结果缘由，才现功与。有道理。是啊，说的是啊。既然贵客都有此意，那在下从命便是。诸位请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真要成国耻了。他好坏啊。你能来代笔吗？殿下您快写吧，时辰不多了。我知道。啊，呀，展卷了。果不其然，让他。你干嘛？你还特意走过来看我笑话？没有，我就想帮帮你。
就是想帮帮你，我帮你擦了啊。你想干什么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什么不体统啊？还上帅哥和你干什么？有人能如此吗？我不是有意的，意外，也是意外。殿下是有意的，也没关系。对不起，望舒先生，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现在劳烦给我换一张新的纸吧。抱歉，每位贵客只此一张，再无第二次落笔的机会。殿下，请。殿下，您还继续创作吗？我还创作个屁呀！你是不是也想偷的？嗯。罚钱，对，你们去干啥？走。哎，姐姐在吗？写的真好。哎，你看那个，大漠皇女果然是人才辈出。这是画了一道符吗？辟邪用的。嗯。我很丢人吧？简直就是国耻。只有把他们都杀光光，才能保证咱们俩的颜面。暮烟道尽青山途，剪叶听兰心归书。望尘先生，觉得如何？夏小姐的心意跃然纸上。来吧，就让我来看一下殿下的妙笔。殿下要不要读一下？这你都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那就不用说了，你理解不了啊。别逼我动手。啊，一首诗？我看着不像啊。应该不是吧？一幅画。你说是那就是吧。哦，那这画中定有深意。你说有那就有喽。既如此，这轮比试殿下赢了。你说有那就赢。你说什么？听了，号称融天下智慧，怎么可以如此低劣的放水？就是啊，对啊，怎么能这样？那不毫无公平可言。裁判是他，他说有深意就是有深意。那你倒是说说呀，这鬼画符到底有何深意？那你问裁判啊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早说了。殿下大智，深藏不露，在下佩服。师叔祖，怎么回事？不知，还真没想到，居然还内有乾坤呢！天哪，这如此神奇，原来如此啊！这是我画的，真正的逆行，我就说是另有深意吧。
这不是深意，这是天意啊！这不是诗，只是一幅画。开题时未曾言明，只能作诗啊。可是他画的再好，那也只是照着画的，画的再好也只能寄情，何来承载之说呢？承载为题目，诸位的诗作的确是点题了，可殿下的这座青山图呢，可将任意一位诗作都融入这画中。诗画皆是大痴，承载着所有，这其中的深意可否有人能及？好好准备最后一轮笔试啊。哼，那是自然了。今日排名前五者可入明日试炼，诸位可以离去先行休息了。明日比什么？比武。还有这等好事啊。嗯，夏陵园。比就比。这最后一局我一定让别人心服口服。这最后一局不能赢嘛。这最后一局简直就是为我而设。只要赢下，那就能为墨国为母皇都争口气，还能让听兰书院帮我们忙。为什么不能赢啊？殿下您不是忘了吧，您定过亲啊。定过亲？嗯。请我师兄过来，就说我想改一下明日的规则。是叔祖莫不是又想为了那位殿下放水？我做的这一切本来就是为了让他能进入第三局，那么自然要把这一切做得理所应当了。嗯，懂了。什么时候和谁啊？南疆国的三皇子，与您相伴三载的司婉殿下，若不是您后面大病一场，忘了许多事情，也不至于会是拖延至今。司婉？嗯，忘了，我竟然把他给忘了。哎，要不赢了之后退掉这里的婚事吧。殿下，我们是来求人帮忙的，又不是来结仇的。那退掉南疆？不行，你都说了我们相伴三载，我应该是很喜欢他的，而且南疆也是惹不起的。青若，啊，要不然我们还是跑吧。哎，不能跑！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到底让我怎么样？难道就老老实实站在那里挨揍吗？天生神力，又是铜皮铁骨，一会儿不管遇到对手是谁，您就挨几拳，倒下便是。嗯，知道了。嗯，让我娶你，下辈子也别想。请诸位入场准备。加油，晴若，这边请。这边请。此番比试规则为没有规则，一炷香的时间内还留在场上的人，由本派望舒先生抛出绣球，得绣球者即先生良人，亦是我听兰书院的贵人。既是贵人，那便得鼎力相助啊。诸位不能决定先生抉择，但可以决定谁与先生无缘。比赛
现在开始。我不想同你打。你们也打不过我。你们为何都对我出手？少废话，谁叫你是第一名呢？如此规则就是让我们针对你。喂，我认输行不行啊？不行，要么被打死，要么被打死，没有认输。等一下！说不打就不打，哪有逼人打架的？我弃权。我跟你拼了！莫回殿下，这是我们女子的事，不必为难一个男子。恭喜恭喜！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要害我？你说你跟我无怨无仇是吗？你活埋我的时候干嘛？不是你活埋我的，毒打我的不是你吗？啊，用刀捅我的是不是你？刚才你还一箭射杀了我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给我在这等着。那你就是故意设局害我。我就是故意设局害你，那三人就是我故意设局。师叔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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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师叔祖，来者吧！师叔祖，师叔祖，哎，故意师叔祖，真恶心！你配我？师叔祖，我冷静一下，师叔祖。这阿叔，就这样被砸到了。这是什么？婚书。我不签，我是婚约在身的，况且乌木荒对此事一无所知，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架是您打的，当时可是痛快的很呢。打架是打架，打架只分胜负，哪里有娶男人的事啊？什么破规矩！点香前一开始就知道了呀，你就非得去参加争这口气吗？这口气好大的，电白去了吧？哎呀，都是你，我早就说跑了吧，你非说一大通道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哪知道，现在也能跑啊？那不是更麻烦了？放心，会给他们一个交代的。去帮把婚书去了。师叔祖，侄愿命您亲手取达。侄愿的意思好像也是想缓解一下您跟莫回殿下的关系吧。就你话多。
这才刚开始就想跑，想得美。我的吗？阁下，可见过一支官队？嗯。阁下是楚国人。不是他，咱们走下一条路吧。哎，慢着！我问，你们是来追我的吗？我们都要走了，很明显不是。那。你们是好人吗？很明显，也不是。那便好，可以抢你们的马了。哟，原来是个憨货呀！啊！驾！驾！驾！我顺便给你带了一只烧鸡。就当我借花献佛了。前哨警信，有兵马来袭。来人多少？战马12匹，共13人。其中有2人共乘1马。这世道艰难，刺客都做不到1人1马了。传令警戒，全员备战。大人放心，咱们此番乔装商队，最多引来盗匪，不足为惧。我们一路都相安无事。刚到莫国就有盗匪，定是追踪了许久，到了此地才动手，就是为了让莫国承担罪责，这不像是盗匪做的事。大人明察，吾等定当竭力护卫。下去吧。是。妈的，早知道这样，咱就说自己是好人了，竟然碰上黑吃黑，交出慕容婉清。交出慕容婉清，饶尔等不死。大人，大人，请大人先行回避。来人武功很高吗？是，皆是1等1的高手。况且我方后援并未到达，为了大人的安全，还请大人先行回避。我乃大楚左相，未战先怯，岂不失了国格？全力迎战。是。驾。左相，你还是出来受死吧，这样还体面一些。一个活口不留，上。
来者何人？蓝星。久仰将军大名，好像这与南疆国无关吧？将军，没必要趟这趟浑水。我来这儿是为了私事，不过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私事。你，晚饭了吗？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这湖面也有多漫长。